一键三连。首先很感谢大家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来到我们线下看演出啊，为了回报大家，待会儿的演员有思文、庞博、 Rock、 张博洋。大家对自己的票价还是有点认识啊，也脑壳中哎，不可能不可能，哇塞，你们这个票价就值你，新观众就值得信了。刚才明显几个哇，可能大家不知道啊，主持人一般就会互动一下，跟大家聊一下天什么的。两位是情侣吗？是。在一起多久了？两年。两年是吗？哎，最开始是谁追了谁呢？我追了他。你想这么久干嘛？哎，你怎么追的？方便讲一下吗？啊。啊，你要拿话筒吗？还真的拿不了。来，单身狗们听一下，别人怎么追的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好吧？来。就在他宿舍底下说，我你下来，我跟你讲个事儿，然后说我们在一起呗。他说哦，好，可以。然后就在学校里面兜了一天晚上，第二天就在一起。你打的是疲劳战术啊，还在学校，还在学校兜了一天，你答不答应？你妈不答应不能回去啊。您家是什么地方的？哦，我家西安的。啊？西安的。西安对吧？啊，您呢？我也是山西的。哦，所以两个人回老家过年的话，应该会比较方便，对吧？学习一下。您是单身吗？不是单身。您旁一对吗？哦，在一起多久了？九个月。九个月，为啥没有到两年呢？您做什么工作，方便说吗？是互联网金融。互联网金融。最近的股市和你们有关系吗？和你有关系。哇，你这个逼装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就这样啊，大家就放松就很好，我们就是聊天嘛。因为演员的段子有些可能有冒犯性，大家就不要介意就可以了。上一次我互动的时候，第一排一个大哥挺严肃的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演出的？大哥看着我，我不想说。我大哥，那您做什么工作的方面说吗？我是个心理学家。你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我大哥，你咋看出来的？你做啊，你是做什么工作？就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们其实就很真诚的聊天嘛。小哥，您手就可以就放下来啊。对对，就张开拥抱，去拥抱思文、庞博、张博洋他们，好吗？旁边一对吗？你还敢说不是啊？啊，真的就暧昧期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喜欢他吗？我以为能够帮忙撮合一对，我感觉姑娘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你们喜不喜欢我？今天是谁提议过来看我们演出呢？您跟他提，您提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啊？哦，你跟他来的，你带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还好还好，姑娘加油，我们支持你，好吧？虽然你没有工作啊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把他带回学校跑一圈。现场有单身的朋友吗？姑娘就只有你一个单身的。还有这边有个小哥，你要坐过来吗？不用，你知道你为啥单身的吗？这么好看的小，真的单身对吧？单身多久了？蛮长时间的。哦，蛮长时间的。啊？一年也还好啊。一年，你为什么会单身呢？我享受自由。啥？享受自由。你享受自由？我看到他在点头。九个月了，没有自由。这边两年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想回西安。有了有了，点个赞再走。点个赞再走。不要走，点个赞再走。点个赞，点个赞，点关注我。我将在7月23号重庆、25号成都、26号昆明带来我的单口喜剧专场《浩浩荡荡》，现在票。